已经将近快一个月了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我们丹东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圣地安东老街，看看这里最正宗的东北风味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里都是古香古色的，带着两个小孩来体验一下咱们中国的文化生活。快走了。我们这里一年四季的天气都很舒服，大概今天就有个23-24度吧，今天有点下雨，平常最热的时候呢也就是27-28度，很少有超过30度以上的温度。嗨，这里好玩吗？看看好玩。你自己会打呀？好，看看看看有没有美国的好喝。看看有没有美国的好喝。美国的这个卖老贵了，12块钱一杯，美国要卖12美元。好喝吗？好喝吗？西西，这些都是曹族的衣服，来看看这一条街全都是当地的一些小吃。我们这块以海鲜为主，看看买些曹族的东西，我们这里朝鲜很近。哇，买这个一小六，这太复杂了，你就买那个就行，这个简单一点。我给他套一个吧。嗯。哇，今天我姐请我们来。那个，我姐这个。啊，行。丹东哈。嗯。还是买这个，这个颜色。买这个吧，买这个就行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啊，这也行。这个买这个。好，买这个。漂亮吗？哎呀妈呀，挺好看的。有镜子吗？给照一下。大家好多人，好多来这旅游的人。好吧。可以站。对呀。好玩也挺好看的。好玩吗？嗯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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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尝一尝红色的吧。老酸奶6块钱一杯。看这边到处都是微信扫码，现在国内发展太快了，到处都是这种微信扫码，根本就不用在现实。这个是网红打卡圣地。捞汁小海鲜。这今天人还挺多的，今天下雨夜还能多啊？今天人不算多，今天人真不算多。走了，西西，嗯，都是满的，是吗？嗯，这下雨人还算少的了。嗯。来喝几个，吃几个。来喝，行，来喝。好嘞，明天先给你来点可以。你喝多少个？6个，让一样那个。啊，行。行。15块钱。15块钱。好。圈我拿了可乐，我喝可乐。我套中了一个小球，我套到一个可乐。对，灿灿套中一个可乐。灿灿套中可乐。灿灿好厉害呀、啊！拿着拿着，拿。灿灿套中一个可乐。我们晚上来泡澡，因为今天下雨了，没什么其他的活动。看一下东北大澡堂子。洗完澡，上面有很多休闲娱乐的地方，这边还有吃饭的地方。已经抓了3个娃娃了，咋了上个呀？3个，谁抓的？灿灿抓的。都是灿灿你自己抓的吗？抓了一个，有地抓一个。好，灿灿要不要帮你拿着？No。阿爸看到你，阿爸喜欢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可惜啊。抓到3个不错了。对呀、啊，灿灿很容易满足。看一下这边还有淘气堡，又有吃的，又有玩的，又能洗澡，太惬意了。